是维风家族的师姐弟，一位呢是非常时尚的演员，今天好像穿了，哎，先是什么品牌的？蒂尔，你呢？设计师品牌，好，都非常的华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请看前方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维风之夜，帮我们做开场的表演，那也期待呢，麦呢能够把欧美的音乐风潮、时尚的音乐风格带到维风的家族。也谢谢圆圆非常大气啊，带领着师弟登场，非常的有爱，也希望他们将来有更多的合作，当然最重要是今天在我们的亚洲疯狂购物之夜能够购物愉快，一起感受一下当一下疯狂亚洲富豪的感觉，也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电影特映《疯狂亚洲富豪》经典重现。好，谢谢两位维风的厚爱，如同刚刚提到的，这已经是第17年了，一个百货公司经营这样子 shopping 的维风之夜，17年不间断，承蒙所有消费者，包括我们现场的贵宾啊，待会要一定要进场的好好享受购物之夜，为母亲节添购礼物，也为自己呢带来春夏的新品，请大家千万别错过，各大品牌都推出了非常优惠的活动，那么当然维风本身也有很多的礼券啊，或者是点数的累积，请大家多多的享受今天晚上的疯狂购物之夜。好，谢谢演员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福利，有女主人有撒金粉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请金鱼先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，这是豪宅的女主人，今天代表维风的团队跟大家率先的见面，稍后我们也有各品牌的大使啊、一日店长啊，还有我们邀请来的贵宾明星啊，或是当红炸子鸡会跟大家交流交流，来，同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贵宾，大家哎，这个机位可以靠近一点了，谢谢，这台哦，谢谢，很美很美，右边，好，请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，来自维风广场代表孙云云小姐，右边，好，右边麻烦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这台，啊，闲着也没事嘛，还有金粉可以放吗？好，放完了，好 ，OK， 哎，真的用来，哎，省一点，那个后面要用的，不要让萧蔷尴尬，我跟你说，留一点，好，请照顾一下。两位美女，我们维风家族的美女，欢迎宋平恩还有童凯琳，手上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现在大家垂涎三尺的华为手机，什么时候买最适合呢？当然就是维风之夜，因为优惠最多，福利最多，请大家千万要把握机会哦，如果你心动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是你出手的时候了，好，请两位视线一致哈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左下左下，好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，好，右边麻烦两位看一下，举手这边，谢谢大哥，都很辛苦啊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回到中间，好，中间有一位在用手机拍照的，但好像不是华为啊，是吗 ？OK OK。这一台，这一台。哦，嘎吉郎，嘎吉郎。这一台。好，谢谢。在这里，大家都可以成为亚洲疯狂的富豪。好，欢迎大家加入亚洲卫视。哦，哪一招哦？维风之夜越来越奇怪了。OK， 好，这个很特别哦。每次我们在维风之夜都看到很多的时尚品牌，但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到，他们手上所展示的好像不是啊，但是这个很厉害，非常火红的零食，待会为大家介绍。好的，两边需要视线。这台，这台。好，请看一下中间。